兄弟们，锦州美食千千万，跟着根儿哥呀挨个探，这不发现了一家啊易县龙肉沟水豆腐，五花一套，探的啊，看到底咋回事儿，来四个。他家的就餐环境啊，太亲民太接地气了，太符合大众口味了。老弟，咱家干多年了？干五年了。哎呀，干五年了，挖着兔睡富饭五年了，那到底是老板着呢？老板，咱家他家太亲民了，一等。他家的水豆腐啊，全是农村驴辣的磨造的，农村驴辣的磨造的水豆腐啊，太香了。小油说着跟你炸的是真香啊，小酸菜汤一等，这小水豆腐纯卤水的，兄弟们呢。他家还有特色美食小张肉，这小肉给你蒸的太好了。他家还有特色美食干炸花花鱼，真香啊。有荤就得有素，他家还有农村圆着的土豆子、茄子拌小葱。安排，兄弟们，八个下手菜上齐了。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， 八个菜太硬实了，今儿啊，龙肉沟水豆腐一绝呀！品尝品尝啊，太好了。这小水豆腐给你辣的，还有啥说啊？还有啥这车啊？这小肉给你蒸的稀烂呐、啊，老少皆宜呀、啊，大人孩子都得意呀、啊。真香！他家的小蒸肉啊，一绝呀，兄弟们呐，太好了！小蒸肉啊，是大人孩子都得意，老少皆宜呀，太好了。小蒸肉就是大米干饭呐、啊，锦州话来讲，太必了。小张肉啊，就是大米白饭的一的。哥哥呀，都挑弹幕哥了。他家的土豆子茄子拌小葱啊，里边又放了辣椒油，放了辣椒油以后啊，太香了，太好了。哇哦，他家的茄子全是农村圆着的茄子，农村圆着的茄子是不打农药不公害呀。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干饭人干饭魂。造就完了，那杀好啊，兄弟们呢？根儿哥都吃出好来了，根儿哥呀，造美了，又挑大拇哥了。啊！这小花花鱼给你炸的万酥里嫩呐。他家还有特色菜干炸黄花鱼，干炸黄花鱼味美呀，太好了。你真棒！干炸黄花鱼这道菜啊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，锦州市人民大人孩子都得意呀。这小油给你炸的外酥里嫩的，不咸不淡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一个。啊，这小散酒挂半夜10块钱一杯，太亲民了。这小油说着给你炸的外酥里嫩呢。Later， 小油说着真香啊，兄弟们呢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他家的菜价啊，太亲民太接地气了，都是批发价啊，兄弟们呢，太好了。他家还有特色美食东北名吃锦州名吃酸菜汤，小酸菜汤太亲民了，太好了，大人孩子都喜欢呢，老少皆宜呀。小酸菜汤给你炖的是真鲜呢，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。这小酸菜汤炖出国际水平来了，这小酸菜汤给你炖的太符合大众口味了，根哥呀，这大嘴张的都喝出好来了。农村大缸鸡的，纯野生、纯天然、纯绿色。太好了，再来块小蒸肉啊，小蒸肉啊，太香了。干饭人干饭魂呐、啊、造就完了。好了，本期的美食就拍到这儿，喜欢炒饭的视频记得点关注，对今天的龙肉沟水豆有啥评价，欢迎在评论区评论出来，也欢迎您点赞转发收藏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小水豆太亲民了，也是纯野生、纯天然、纯绿色的，拜拜！一定评论留言哦，我会逐条的回复。